好，高学历给个答案，谁该走？你吧，伯恩应该来这边主持啊。我比较便宜啊。高年医学型的他考分数可以破表，成了1.35分还是没破高。我的高中生活就是每天期中月模考，不其他人的分数怎么看起来都是变有氧，从来水准不一，但是每个都想变，从我站一边不成，是因为他们的实力全部都一成不变，还只有我的一生只会亮低的，像是陈星汉的艺人 Halization， 那是我的 Elevator。虽然我还没有拿到医师照，但我已经开始收速疾跑，复杂的 flow 需要剖腹。三至五进四，我的经济我被强迫复兴时，有人没有钱付给录音师，但拍 VK 主名是把牌剪掉，在台上是改名无名指。Damn， 没有蛋糕摊，我也没布丁吃，有个酸梅可穿，嘘嘘跟我说我主名是带回去的主食，但我是他满脸，一直无一次。Wow， 会是因为神经元在场给你压力吗？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好。神经元给不太到压力。哦，神经元给不太到压力。我是上次听说啊，你在后访的时候问小卡比说，政大跟台大谁比较强？结果他回答说，不管质还是量，政大都比台大强。我现在唱完只能说我非常不同意啊。哦，好，高学历给个答案，谁该走？你吧。伯恩应该来这边主持啊。我比较便宜啊。